我想退学。你之前就说过了，可不上学你想做什么呀？还没想好，反正有挣钱的事。就你这脾气，可别沦落成你老爸那样，最后被送到监狱去。再敢说我老爸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喂，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你别放心上啊。我想自己走走。哟，谁又惹你不高兴了？切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帮我做件事，不会让你白忙。我最讨厌你这种人，自以为有点钱就想使唤别人。除非你从这里滚下去，我还可以考虑一下。嗯，好啊。啊？哼！你要干什么？啊！完美。